哎，不是，你们三个也太过分了吧？我们怎么了？你们三个今天换完衣服为什么不叫我啊？害我在这里等半天。我们忘了。我一个大活人，你们忘了啊？我真服了。Later。看我等一下怎么治。说什么呢？别抢我什么王位？神经病吧！说梦话呀！哎，你们干嘛？这个吓死我了！你不是想偷看人家干嘛？就是变态吧你？谁变态了？不是他晚上说梦话，我怎么睡啊？习惯就好了。他还天天说啊？受不了，你就搬走啊！大王。大王，你别走啊！大王，大王，我是让你说。你有病吗你？你睡觉说梦话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可以告诉我呀。我告诉你，告诉你有用吗？告诉你。没有吵什么呀？他那夹子夹我嘴巴。主，你太吵了，人家别人怎么睡啊？你睡不着，你别睡。那你别说梦话了，滚！真是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张经理。哎呀！别动！